Hello，小朋友们好，我是米老鼠米奇。Hello，小朋友们好，我是米妮。今天呀，我和米老鼠米奇，我俩在海边举行了婚礼，然后还给小朋友们带了礼物哦。哇，还给小朋友带了礼物呢，那我们一起快来看一下吧，礼物在哪里呢？哈哈，礼物啊，就在我们的旁边，等着啊，我给你拿。好的。小朋友，快看快看，给你们呀带来了这么多礼物盒呢，想不想知道里面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拆开看看吧。我们先拆一个中间的吧，粉色的哟，米妮跟米奇结婚的画面，好美呀！我们一起来看看里面有什么吧。好，我们把它打开，用力哦，开了。我们来看看米妮和米奇给我们准备了什么。哇，有一个巧克力，还有一个呢，小汽车，可以滑的小汽车，男孩子肯定特别喜欢吧？我们把这些礼物放到一边，放到上面吧。然后我刚刚还有四个，我们先来猜一个有米妮头像的礼物，好不好？就是它了。哇，好漂亮的礼物盒呀，还可以动呢。我们来看看这个礼物盒里面会有什么吧。哦，一打开，我听到了，是什么呢？这个，哇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呀是陀螺，这么玩的。那我们看看，还有一个棒棒糖，好漂亮的棒棒糖啊！我们呢，把这两个也放到一边吧。现在我们已经有好多了，然后我们再来猜哪个呢？哦，米妮的猜完了，再猜一个米奇的吧。哦，米奇也好可爱，看他的头还会一晃一晃的，米奇米奇，哈哈哈，连盒子都这么可爱，米妮米奇真是用心了呀。我们打开，哦，打开，啊，怎么什么都没有？哈哈哈哈！我呀，这些礼物里面有的有，有的可是没有哦。你碰巧就拿到了没有的那个，这个是要看你们的运气呢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！那我们再来看看别的两个会有什么吧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剩两个了，其他的都被拆完了。我们看看这两个里面会不会有东西，来听听。哦，这个有，我听到了声音。那这个呢？哇，这个好像也有，那我们快点把它们来拆开吧。我们先来看看，这里面会是什么呢？用力，哈，打开了。来看一下，哦，也有一个巧克力，跟巧克力，这是白巧克力。哇，一个巧克力是黑巧克力，一个巧克力是白巧克力呢。然后还有一辆小飞机，飞机，把它也放到一边吧。我们先来拆开，然后先把玩具都拆开，我们再去一起玩，哈哈，那么多玩具一定很好玩。还有最后一个，听这个声音，觉得会是什么呢？哦，我们来看看吧，这个声音会是什么呢？拆开，哈，有看到吗？我看到了，我已经看到喽。也是一个巧克力，但是这个巧克力跟之前的不一样哦。这个巧克力呀，它黑的、白的、白的都有。你看，呵呵，我们又有了一个巧克力。好啦，现在呢，我们的盒子都已经拆完了，所有的礼物都拆了。那，所有的都拆完了，最后就得到了这些玩具。可是。我们还没有拆够呢，是不是？一共才这些。哈哈，小朋友们，礼物盒是不是都已经拆光了呢？那你们还想不想知道有没有别的礼物盒，里面会有什么玩具呢？哼哼，如果想知道的话，一定要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哦。那我们现在就要跟小朋友们说再见了，小朋友们再见。